日前某天傍晚，搜狐视频在路上意外撞见了张艺谋乘坐过的奥迪座驾。汽车来到首都机场，搜狐视频看到戴着黑色棒球帽的男士快步走出了贵宾通道，直接奔向奥迪座驾，他就是张艺谋。当天张艺谋身穿红色 T 恤和雪白的休闲裤，脚穿一双时尚的白色旅游鞋，打扮格外精神利落，潮味十足。张艺谋两手空空，目不旁视，快步走到车前，司机赶快打开车门，张艺谋迅速上了汽车。张艺谋独自回京，却没有见到交集前来接机。几十分钟后，汽车驶入了东四环的一处高级公寓的地下车库，而这里正是张艺谋住所和工作室的所在地。搜狐视频，以柔播报独家报道。